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Leon。我王子。好，大家还记得前三集那一次我们带大家去看了一个荒废、废弃很久的那个红包厂，那它已经是在17年前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。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一个有点相似的一个场景，这边早期也算是一个很繁华的酒店，那后来也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故，导致这个地方荒废到现在。对，那其实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有发现，它这里的场景非常特别，它有一个区域是让你会感觉整个非常残破，也就是我们开场待会进入的地点。那有一个区域看起来又好像没有遭受到损害。对，那至于当时它是发生什么状况啊？得知到的讯息啊，我跟丸子得知到的讯息是说，当初这边他后来经营好像就是不容易，然后就是已经荒废了。但也有一种说法是，当时因为像八大行业，他们有时候都会拜神，好像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状况下，鬼迷心窍还是怎样，就是有去拜到不干净的。那也听说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导致他们的生意越来越不好。通常八大行业主不拜三种神，就猪八戒。猪八戒，对。啊，第二个是关老爷，那兄弟嘛，酒店兄弟。对啊。啊，第三个就是有可能是财神爷。嗯。但是大部分都是拜那个猪八戒。那猪八戒又说是天蓬元帅嘛，对，就是人家台语说的哥行。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现场了，也不清楚说他们给我们的讯息，所谓的邪神。哦，他们拜错神的那个神像还有没有在现场？但是没有关系，今天一样由我掌镜，那让 King 跟丸子走在我前面，我帮他们打光。那我们带大家一起来探索这个地点，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，所以里面的环境究竟是怎样？其实我们只有目前看到眼前的这里知道而已，这边我们是完全没有来探看过，因为这里可能只来一次，下次也没办法再来了，进来非常不容易啊。对啊，刚才我们三个人要进来也是花了一些时间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出发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刚才我跟大家说，就是看起来非常的有那种格调啊，这也算是那种高级酒店了，真的是非常高级的一个地方。但是走进来呢？还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吗？不确定哦。我一个人进来说，哦，他衣都特别臭，嗯，都是满地都是大便。对。因为当初这个地方的突破口算是丸子先来确认说有没有办法进来，那确定可以进来之后，我们才整个团队都一起来。我靠！哎。他死没多久，哎，这死没多久呢？你看羽毛都还那么新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他左半边这边，这是发生什么状况？因为现场看不出他有火灾还是什么，因为跟我们上次去拍摄的那个差太多了嘛。可是。它整个壁纸都剥落了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？进去这一间看看。什么声音？是虫吗？还是老鼠？但是，如果是鸟，看到光就会飞出来啊。
没有动物。你们讲话都要大声一点哦。哇，好。OK。好，那我们往旁边这里走。而且这酒还有哎、欸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哎、欸，对了，这什么字啊 ？V 三小韩。应该是之前的那种算 VIP 客人留下来的酒吧，还是怎样？或许吧。我先让丸子跟 King 走前面一点喽，因为这样子视野会比较宽广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看，所有装饰的东西都已经掉下来了。其实有时候带大家看废墟，也是蛮希望说可以让大家，就是真的喜爱废墟的人，可以把它当成像是在玩《恶灵古堡》这样第一人称视角。动物尸体，还有只活着哎，过去一下。还有，只剩一只活着而已，其他死光了。还有颗鸟蛋。你们要把它放生吗？哇，怎么会这样？这鸽子都是鸽子尸体，就目前这一只活着，还有个鸟蛋。哎、欸，这只是算幼鸟了。我想拿给我朋友，因为我朋友他在养鸽子。好，等一下拍摄结束之后再来看。你如果有要带走的话，先不要靠过去，不要吓到他。哇，这地方。等一下，我转过来跟大家说，大家相信吗？有一种说法是，这个地方的那个磁场，它如果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，会导致说，不论是人还是这些动物，反而这些动物它们比我们更灵敏，它们可以去察觉到这些细微的变化，那它们就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，就是生存不下去。但是很奇怪的是。这些鸟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可能有其中几个玻璃应该是有破损还是怎样，但最离奇的就是像我们跟丸子刚才看到，只剩下一只存活，其他全死了，全都死掉了，而且都分尸了。对啊，头都不见了哦。很奇怪的是头不见了，剩身体。而且那只是活着，它旁边一颗鸟蛋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那一只鸟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看起来好像在害怕什么东西？它刚才都身体一直在抖，我有近距离去拍到它。嗯，对。可是我怎么觉得刚刚那边好像有可能不止一只？因为我有听到门板有声音，会不会它在顾着那颗蛋？等一下过去看一下，结束之后我们再去看，看能不能把那一只鸟把它救走。给它放生嘛。对啊。看他这样子很难过哎，就这样在一个，你看他的同伴，他同伴就在这里，都已经变骨头，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头都不见了，是头就整个都不见了，这才是最奇怪的。你要嘛你要全尸，可是就是头不见了。像，哎、欸，还没有动静呢。哦，那个刚那个叶子有动静呢。丸子照一下那个叶子，左边右边的。对，那一个。长，长。你们灯关掉，要不然。刚才有声音。没关系，稳住稳住。应该是没有人吧？
开始叫了啊！来，等一下哦。刚才我们是不是看到有一瓶酒写 V3？ 好，没错，它的包厢是用 V 来做代号，这一间是16，所以这里应该有一间包厢是 V3。那这间的环境大家看一下，来 Ken 先出去。这里哦，那天花板都掉下来，都蛮空的。哦，它整个都掀下来了。我看一下，哎，它其实是有，它有重量哎。它当然有重量啊，就石膏板啊。对啊，这个白色的东西是石膏。石膏板。我没听说，里面有脚印。